係介紹翻呢個門禁系統 server 咧，我哋叫做 DSS Express Client。咁個 server auto run 嘅啦，已經就唔需要再去理會嘅。咁 double click 入咗之後咧，嗱咁佢就我哋 preset 咗個 password， 咁 auto login 嘅啦。咁入咗之後就呢、這個。Personal management 咧，其實就係個 user 嘅名啦，啊啲卡我哋預載咗啦，已經亦都咁啊，其實只需要咧係改翻個名，咁就個名可以喺依度咧打翻落去，咁亦都 OK 嘅。搞掂之後就撳翻下邊個 save 嘅，咁 save 咗就 OK 嘅啦，已經。完成了之後呢，就如果需要看這個記錄，考勤記錄，去回這個 SS Control 這個位置， SS Control 這個位置呢，就全部的門口機和那個VTO， 即是那個對講機啦，都可以去拍卡的，也都可以看得到，同一個地方可以看到所有資料的。那你選回這個 SS Lock， 那就剔回去哪部機呢，跟住揀翻個時間，開始停止時間，跟住撳翻 search 就 OK。